上午，在首尔九老区举行了首尔公演艺术高等学校高三学生们的毕业典礼。该学校有不少 idol 于今年毕业，达伊亚成员恩珍和彩妍。Lovelies 的刘秀晶今天看起来心情非常的不错。Seventeen 成员 DK 是今天唯一一位在该学校毕业的男生 idol。女团 Girlfriend 有两名成员毕业，分别是于娜和丁恩菲。身为上届毕业生的前辈，艺林也来为成员们祝贺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